老板，我看那些嘴我和周周的观众很不爽。没问题，我们办的就是员工单挑大赛。来，接下来是员工挑战大赛，人们要付报名费。规矩是什么？规矩就是你们选择路线，然后双方都是盲选，然后双方盲选的情况下，如果中路就是打阿玉，上路就是打周周，赔率是5倍。双方盲选，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选什么，就是这个规矩。打包一，一场定胜负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不要唧唧歪歪，麦咖喱给给歪歪，好不好？UT 八啦 ，UT 八啦，带的是征服者，我觉得带这个天赋实在是太智障了。这单挑带征服者到底有什么小用啊？你出发完他们都打完了，两只都不会玩，不懂在讲解什么。看，看你跟那里告诉我，那些讲解比赛的人都很强吗？那些讲解比赛的人都很强吗？有我强吗？单挑啊，有我强吗？你群低能啊！把那个 ban 了。报名 ID 男。好，四个男。嗯，现在等级来到8:8 ，Q1，啊 ，miss 了，阿玉，是不是串通？这是不是串通？你可以，阿玉可以回家，可以回家，没关系。这一波我们吃兵，阿玉，哎，你跑完，完了，哇 ，nice， 阿玉 nice， 500大手了 ，nice， 来，还有没有准秋的？啊，刚刚八个男。八个男，这一位钻山的选手 VS 阿玉的中路，来出发！不听也不讲，不敢回头看。哎呀！好，这 Q 打标完全没有伤害，这个蓝宝打得很好。阿玉会不会就这样输了呢？阿玉，我强烈的推荐，我们以吃兵为主，哈，以吃兵为主。阿玉，你怎么输了？哎，阿玉，这把你自己付钱要不要？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这一场是 UT 八啦，打周周是不是？开始，十海之念，快一点的，开始，再开始，哎，有喂、欸、有喂、欸，你好聪明哦，你好聪明哦。啊 ，UT 八啦，非常的有想法。好，一下普攻，两下普攻 ，Q 了一下 ，miss 了。周周获胜，这一场应该是周周获胜，因为 UT 帕拉也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啊，他直接 Q 在他脸上，基本上就没得打了。哦，这一波点燃普攻死了，很明显嘛，这个就是送钱，各位，这个就是送钱。我也是中路蓝宝，当我报名费2500，要不要？哎、欸，阿玉，有跟报名要2500啊，他说他要选蓝宝，他羞辱你啊。怎么随便玩？我要跟你一起付钱的、欸。我自己认为啦，我觉得炮娘不一定打得赢蓝宝，因为关键就在于说，因为阿玉他是相对来说 EQ 很低的人、啊，所以他打单挑这种赛事呢，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占优。但是我们把话题拉回来，就是现在呢，这个崔斯坦娜已经领先了一波兵了，所以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有优势的。好、哦，这波打得很棒，很棒，跳上去吗？阿玉，跳上去，为什么不跳上去？阿玉，漂亮，把2500都赚，漂亮，阿玉，漂亮。哎，鸵鸟蛋，换你了，鸵鸟蛋 ，ID 爆出来，你要给我55块，我才确定那个是你，好不好？你再欧付宝再抖那一次55块。基本上啊，周周，我自己看来他的上路实力确实不怎么样。但是他对某几只的英雄实力呢，那个掌握度确实还不错。这样没错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三重积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了战局目前的吃兵比数是28:16。周周选手呢，我认为他这一把打得非常菜。我们继续喷周周啊，这2500是一定不会帮你付的啊。如果我是周周，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这个时候是周周，
我就会问对方，我最现在就是会全评，问对方说能不能投降输一半。好，我就一定会这么做。但是周周他本来就比较倔强一点，就是他有时候一些想法来到头上的时候，他会上头。但我就一定会这么做。我哎，能不能投降啊什么的？而且投降还可能会凹他输什么三分之一之类的。哦，这个很棒很棒，周周你没有 W 吗？哦，这个可以的，很有想法，会不会反杀的？周周可不可以？就我这个人有一个缺点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我太相信我身边的员工了。我本来以为他们真的还不错呢，知道吗？没想到这么菜。哦，这么滑动很棒，但是你我们看一下这个露西安娜。这个时候我跟你们说，崔斯坦那选手要干嘛，直接跳上去打一波，千万不能打到底啊。这波非常危险，非常危，如果我是那个露西恩，我就闪掉你的E，不不，我闪掉你的 W， 我直接闪掉你 W 反打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。阿玉刚刚的打法基本是自杀，如果他遇到相对来说像我这种反应很快的选手，我就一定能闪掉那个 W， 躲掉一层的伤害，加一层的爆那个炸弹，有没有？闪掉之后回头点一下 ，Q 一下，点两下 ，W 一下，点两下，点一下 ，E 一下，点两下 ，Bang！ 在外过犹不及，钻一的选手，请问过犹不及，你要挑战哪位选手？哎，我们红蓝方也来掷硬币，让这个游戏更公平，让这个游戏更公平。请问过犹不及选手？你要选智还是攻？智，好，过犹不及选择了智，来，选择了智，来，哎，没吃到，一只没吃到，两只没吃到，三只没吃到，这个炮车吃得到吗？吃得到，只微微领先了一只，我认为啊，将向报名挑战中路阿玉。你们真的以为这阿玉是菜逼是不是啊？但那这2000我等下问他接不接啊，因为我这个我不付啊，我觉得他们两个目前两位选手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。我们观看这一局啊，阿玉选手他在想法上还不够健全啊，非常的这个跳上去打一波，哦，跳松置了，跳松置了，不要踩夹子，再跳再飞再 A 光盾没关系，继续阿玉。刚刚那2000我是绝对不会帮你背的、啊、因为不是我打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我打的嘛。啊，君君选手应该选择了智，他应该这是君君吧。哎、啊、你要智是不是啊？依然是攻啊，那个阿玉选择选边，我帮你选，你去蓝方，我觉得你红方根本就跟个白痴一样。啊，这个路线上二抢二，直接打了阿玉套，所以基本上是2000我又不会负责了。而且这一次的赌注啊是2000五作为基准，那要是输的话，我们就要给12500啊。啊，不是我们，是你，不是我们。这个路线如果他再不补吸血装，他就一辈子打不赢这个炮娘，因为炮娘的爆发比起他的那个上去阿玉。大绝。漂亮，阿宇，漂亮！果然啊，名师出高徒。我们这2500，我们晚点一起去吃一顿好的，阿宇。777加加阿宇来吧。叉叉叉叉叉呢？他是一位钻石选手，请钻石选手选择你的选边。游戏正式开始。好、哦，这个 Q 也很关键。好、哦，不要给他吃个爆炸车，不要给他吃爆炸车。完了，没自己吃不到炮车，还被他 poke 了一下。太可悲了，还再落一只兵。好，那五档打五档，这个时候不要给他吃兵 ，QW 强行换血。阿玉，你现在占优啊，你现在占优，不能让他回家，继续凶他。就算普攻也要跟他换，你知道吗？阿玉，普攻也要跟他换，上盾普攻跟他换，不要给他吃兵，不要给他回家，继续退，继续退，继续退。这5000我们赚定了，阿玉。你知道周边有什么好看的？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。为什么不给他压力啊，阿玉？这个时候球女选手都打得非常差。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放弃了控制对方的 CS。这个时候，炮娘选手，上一波吗？双方还有技能吗？兄弟 ，B，
bang， 25000块送给对手。老板，我抓到了那个人开别人账号，这样不开算，不行啊！我们本来就没有限定对方的牌位啊，所以基本上要付钱，要付钱。我不过我们可以盘另外一层逻辑啊，要是他是一个职业选手什么的跑来打这个的话，我觉得不要脸，我觉得不要脸。那我们2万给他嘛，对不对？2万给他，对不对？让他不要脸。打叔子嘴没有素质吗？不是，是阿玉想赖皮啊！我给他台阶啊，我给阿玉台阶啊！我嘴对方一波，也要给他钱啊，那双方就搞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账号都记好了。那不过呢，我觉得我的员工呢，确实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强哦。搞不好是跟那个人串通的，我不知道。搞不好他叫他朋友进来，有没有？哎，我朋友那个 PD 陪我，我们跟你对半猜有没有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，确实有可能。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办这个挑战赛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晚上晚安，拜拜。